这样子，我问一下咱们直播间有多少宝妈、宝奶奶、宝姥姥？你们如果是宝妈，作为女人，你的年纪已经超过30岁，脸上有皱纹的，你现在给我打个八字吧，好不好？佳薇是这样子的，因为说实话，口红呢是怎么样？我们专柜买的也不贵，才100来块钱。我觉得今天既然我坐在这儿，品牌方要有品牌方的实力，我也想让大家认识一下坐在你面前的这个女人，她到底是干什么的。一支口红不足以证明我的诚意跟实力，对不对？这样子，我相信大家都看过电视剧。都认识那个明星叫赵什么雅芝，还有那个巩什么丽，那你们认不认识？新白娘子传奇的，对，这两个明星是怎么样？两个明星现在都已经超过60岁，他委托我们工厂帮他们做出了一款抗衰老级别的面霜，叫做黑绷带，全网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他是怎么样呢？他是专门对抗皱纹的。今天既然我坐在这儿，无所谓了，我就拿出50份给直播间的所有家们去给一波。但是家们，你们要先报名，就是你的年纪超过30岁以上，脸上皱纹特别多，现在扣个八，助理。你统计所有打八字的人，来，你的脸上川字纹很严重，抬头纹很严重，鱼尾纹很严重，整个面部松弛下垂凹陷，脸上有各种干纹细纹的，整个皮肤松垮的，脸上没有任何弹性的，有这些问题的全部打八，你把黑绷带给我拿过来。对，打个八哥。有很多人都说认识这个明星，对吧？我跟大家讲，赵什么雅芝还有巩什么丽委托我们工厂做这款黑绷带面霜，我们研发了3年，总投入资金已经超过1000万人民币。它是怎么样呢？它是真正的反重力因子。你看这个面霜多神奇，你把它倒过来放，是不是纹丝不动，掉都掉不出来的，是不是？我可以这么说，咱们直播间3000多个人，可以说3000多个人没有用过这么高级的面霜，因为它里面是真正有10万亿颗的反重力因子。但是我给大家看一下普通面霜是怎么样的，我们正常家里买的普通面霜是不是这样子的，很松很散，就是你随便掉一下它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来家们，你看到没有，黑绷带纹丝不动，它倒都倒不出来，它是真正有10万亿颗的反重力因子，所以你用在脸上是真正能改善你的皱纹的。你这样子我不过多的去讲，我说了拿50份给直播间的家们去给一波，所有扣了八的人一定是长皱纹的人，好不好？这个面霜我先跟大家讲一下，因为你们要答应我一件事，我们在明星直播间，就那个贾什么亮、贾乃亮直播间啊，我们去上的价格呢一直是899。从来都没有破过价，所以我希望直播间的家们答应我一件事啊，不要带我价格的节奏，好不好？来，家们，这个是那个贾乃亮啊，你们都认识他，他直播间黑绷带面霜，我们家搜索里的899，热卖999加。其实说实话啊，899并不算很贵，但是有很多宝妈、宝奶奶、宝姥姥，就是你上了年纪的女人，你想改善皱纹，你不舍得拿这么贵。去买这么贵的产品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无所谓，只要你是宝妈、宝奶奶、宝姥姥，你们现在把八字打出来，有多少人打了八的？这样子，这一套正装我送给大家，什么好不好？你再给我拿一套过来，然后你看一下最低平台能多少钱上，你不要按价的，你不要按直播间的价格。年姐，你不用这样，你不用这样的，真的，你这样上的话，咱们直播间的家人们都会不好意思的，你包括家人我都不好意思了。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其实我今天坐在这呢，我只想让大家感受到我是怎么样拿我的实际行动在支持佳薇。我不靠嘴巴说，说好听的话谁都会说，但实际真正要拿出真心诚意来支持佳薇，她跟小李才能坚定的走下去，家们，对不对？我也希望我拿出实际行动，让直播间的家们你们得到一份好处，以后你们能替我一直支持佳薇跟小李，好不好？来，这样子，你再给我拿一套正装，明星直播间。899一套，你试一下能多少钱上？你能多少钱你就改成多少钱。好的，我看一下。袁姐，你还是你保个本儿呀，袁姐。不，你听我说，今天不是卖货，我家们，我在这里一个承诺啊，我为什么拿黑绷带，我为什么不给你拿普通面霜？因为我拿你们当朋友，我拿普通面霜价格很便宜，你一样会抢，但你抢回去没效果，你只会骂我。黑绷带我为什么要拿？因为我既然这是诚意，你用出效果，你一定一辈子支持我，记住我，而且也会支持佳薇。家们，你们觉得我说的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这样子，最低只能599，你给我用券嘛，你不那599肯定不行。你试一下能不能充。充100的可以吗？可以了，袁姐，可以了。充200吗？真的，家人们，袁姐真的太大气。200的也行。300呢？她不仅人美心善，还真的很大气。我觉得。她得叠加200的。对。哦，天哪，家人们，你确定吗？不确定。那能上多少单？你先告诉我。直播间所有家人们，你们现在要准备好啊！因为我助理告诉我，后台可以叠加2张200的券，也就是说，因为抖音平台对黑绷带这个成分它有限价控价，
抖音平台顶多只能599上，但是呢我现在查到我们后台可以叠加两张200的券，也就是可以叠加400块钱，但是单量可能不多，知道吗家们，你们做好准备啊，所有准备好的现在打个一，能上多少，这个不能上多少，有只能上34单，只能上34单了，对，别呀袁姐，34人哦，你别上了袁姐，要不就别上了，我觉得就别上了，来来来来来，没事没事，我既然说出去的话我肯定要兑现到底的，因为我这个人很重承诺，做生意的人嘛，人无诚信何来尊严，对不对，我说了既然今天我的诚意摆在这，家们你们做好准备，想改善皱纹的，想跟赵什么雅姿拱什么力一样，70-80岁50-60岁看上去就像30-40岁脸上一根皱纹都没有，你赶紧进去抢，抢完我再教大家怎么用，只能上34单的话，那这样子你再给我拿一套过来，来所有直播间的家们做好准备，2套用8个多月，今天这样子咱们不是卖货，所以我要把力度给大家拉到最大，所有抢到我给大家发3套1年的量，玻色因黑绷带面霜叠加400块钱的优惠券，1号链接199改价上车来，袁姐你别上头，你别冲动好不好，真的别冲动，我不冲动没关系，你听我说佳薇，我这么大一个企业，这么大个老板坐在这儿，我说话算数，我说了给34单我一定给到底，而且我再给大家一个承诺，线下专柜你去看，如果所有的银泰专柜这一瓶不是卖1380，你回来找我，我给你假一赔1000都可以，所有的万达专柜银泰专柜全部是1380一套，今天你所有抢到我给大家199发3套，而且你要知道跟假什么量直播间是一模一样的正品正装，假一赔10，但是大家要先听我说，因为今天是我想着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，能一直支持佳薇跟小李，所以呢今天给的力度确实很低，你们要答应我，只有今天没有明天，任何时候你再来我直播间一定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力度，别好不好，可以了，赶紧把那个链接下掉，不然你们没事没事没事，就怎么说呢，今天怎么说呢，给大家发3套，但确实我能做的有限，就没有办法给那么多，但是我能做到给多少我一定上车，好不好家们，有刚刚有人问我法令纹可以吗，家人们你们现在听我说啊，你看我两边脸是不是一模一样的，你看我没有用之前两边脸是不是一模一样的，对，我今年快40岁的人，你看我笑起来一根皱纹都没有，为什么，我的秘密就是黑绷带，我母亲62岁也在用黑绷带，黑绷带这个面霜是男人女人都一样都一定要去用的，我现在用在脸上，所有人你们看好了啊，看我两边脸用完之后有什么不一样的区别，现在我用在脸上，来1秒2秒3秒钟直接吸收，你的法令纹很严重的，你的整个川字纹鱼尾纹很严重的，轻轻的把它往上一提，它能直接把你整个皮肤提拉上去，5秒钟时间，来5 4 3 2 1，来所有人你看一下我整个右边脸是不是提上去了，天哪看到没有，然后你们再看一下更明显的地方在这，家人们你们一定知道黑绷带它就是皱纹的克星，你看到我现在法令纹这个地方看到没有，这个地方法令纹很严重很深，对不对，但是你看我整个右边脸是不是完全没有，对，所以黑绷带它为什么这么贵，为什么我们要投入超过1000万去研发它，就是因为它的绷带技术实在是太牛了，用在你整个脸上是完全不一样的，知道吗，家人们你们听我说啊，我看到有的家人在打99，你知道吗，99你买3瓶大宝都买不到，今天199，我如果挣你1分钱，你骂我是个小狗，骂我是个骗子，我圆圆行不更名，做不改姓。但是今天说实话，199真的没有任何利润空间，咱们不用砍价，好不好？你点开小黄车，199，你去抢，你抢到拿回去线下万达银泰所有专柜，你去扫码去查一下，线下所有的专柜不是卖你1380，你回来找我假一赔10，好不好？真的。家人们，那既然上车了，你们就还继续看一下嘛，如果还有的话你们可以去尝试一下。不是家人们，你们点开小黄车看一下，99还是199，不能开玩笑哦。我看一下呢。来来来来，直播间2300位家人现在都把小黄车点开打开看一下。所有人都把小黄车打开看一下，到底是199还是99。99吗，哥姐是帅吗，对啊，我今天发3套哦。看一下，你们点开小黄车看一下，哥哥姐叔叔们，是多少？我这里是199啊，家人们，你们点开小黄车看一下，到底是99还是199？我因为我今天发的不是一瓶，而且不是小样，全部是发3套正装。你查一下助理是怎么回事啊？哥哥姐叔叔们，你们看一下是几瓶，是多少呀？是99还是199呀？我这里显示的是99，哎，99啊，那
天哪！你是不是哭？你查清楚了呀？你查清楚，查清楚。嗯，查清楚，查清楚，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要不你这样子吧，助理，你先把车给下了，因为我说实话啊，那个佳薇，我是做生意的，我也怕跟我们合作的代理商，包括明星，他会投诉我们，因为你想想，明星人家卖899，直播间67万人呢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今天如果真是99，那这个价格太离谱了，知道吧？我说好，刚刚拍的会发吗？哦，发那是肯定的。我这样子吧，我显示的是99哎，袁姐。不懂，我们的店不是优质店铺，抖音给了我们100块钱优惠券。我们的店铺是优质店铺，抖音给了100块钱的优惠券。然后我们这边实收是199。哦，我们实收是199，只是粉丝抢到是99。对。哦，吓我一跳！天哪，没有了，我没有抢到。姜妹，你们这么多人没抢到吗？你们听我说，听我说啊，所有抢到，我全部给大家承诺发3套正装，而且跟专柜正品是一模一样的，假一赔四。但是姜妹，你们听我说啊，因为今天的力度很大，抖音后台有的人有券，有的人没券，那有的人会觉得不公平。姜妹，你们理解一下，哪怕你199抢到，我给你一个保证，你在专柜买都买不到，你在明星直播间看都看不到，好不好？还有这么多人没抢到啊！天哪，这么多人都在打。没抢到，小哥解释说，你们是不是没抢？已抢光。他们说没抢到。袁姐，你看咱们直播间家人们还有这么多没抢到的。你看，是这样子，你们那边还能再叫一点吗？那这样子吧，家人们，你们听我说啊，男人女人都一样，高端的面霜一定要用起来，尤其到了冬天，你不用，你的脸上会长皱纹，你的皮肤会特别的干，对不对？你这样子，我不过多的去讲，你先看一下助理有没有人没付款的。好不好？来，家人们，你们都别急，因为说实话，99是个过路人，他都要抢。你现在100块钱能干啥？点不到2-3杯奶茶，对不对？但是这3瓶能让你用一年，能让你的皮肤年轻3到5岁，你干啥不抢？对不对？大家都想抢，你有多少？上次订单没付款的只有6个，只有6个是吧？来，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啊，站着订单不付款的只有6个人，我现在踢掉1号小黄车，你们赶紧拼手速。今天是我来支持佳薇，我也希望给大家一个好处，让你们来抢我的好东西，所以才会这么低的价格，你平时任何时候不可能有的，明白没有？拼手速，最后6单要链接，赶紧上来。好，哥姐帅们，最后6单哈。我其实都不好意思开口的，家人们，你们快进去抢吧。对，没事啊。怎么用？我教一下大家怎么用。像我刚刚一样，你每次用的时候洗完脸，用完水乳来用它，挖出来黄豆粒大小，你用在脸上。家人们，敏感肌、孕妇、哺乳期、宝妈、男人、女人，连小孩子都能用。但是这个面霜它最主要的是什么？它帮你改善皱纹。它真的是你用一次，你会发现，那个脑子里面就4个字：立竿见影。就这么简单，因为它的效果真的很明显，很明显，而且它是直接让你整个皮肤提拉紧致的，知道吧？真的发3瓶吗？我不敢相信，真的给大家发3瓶了，你们相信我啦，家人们。虽然我今天价格放的低，但是我说了，今天不是来卖货，而且我们仓库马上也放假了，我们今天都。